It's a Mando check. Oh, sorry, one second. Mando check. Oh, sorry, one second. DT, can you try your mandolin? I don't have any mandolin now. It's gone.谢谢所有的团队，谢谢大家，那谢谢你们这个录制的非常感人的这个 MV。 虽然真的打算没有要过生日的，因为想说这个明天还要演出，可是可以跟你们一起在7月11号这个一起过生日，对我来讲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希望我们可以从用 Soul Power 可以去散发更多的正能量。谢谢，生日快乐。你们刚刚有看到我的 新的麦克风吗？这个是老婆送的生日礼物，蓝色嘛，蓝砖嘛，然后橘色就是黑色溜冰。